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第28届春茧杯中国围棋名人战决赛的第一局。啊，这个名人战到现在已经是第28届了，历史悠久啊，可以说，刘老师。你好，啊，对，这两位选手呢，这陈耀烨和连笑啊，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决赛阶段了。对，这个是去年是陈耀烨名人，啊，那么对。今年就等于是按惯例，他的选拔出来的冠军就是连笑了，跟他来叫做挑战五番棋，进行决定谁赢了，就是今年的名没错，人，哎。是这样。那么这个连笑、陈耀烨都是我们现在也都是一线棋手。那么刚刚的等级分是连笑第 第五，五，陈耀烨第三，是吧？对对，哦，他那说么明，都是在前列是的，是的。的。那么连笑的挑战一直打到最后，那么来看看这个挑战今年这个陈耀烨看成绩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盘棋，好，陈耀执黑第一对，局啊，才先执黑，他是小下目，了个小目，小目，对，然后白棋下了个小对，目在这是，儿，最近是流行这个，对，然后这个这是比较流行是的。的，黑棋这样的布阵，然后挂角啊，拖。最近下的这个，反正我看到好多盘，看到好多盘，都是这么下的，是吗？对，最近的中韩对抗赛也下过错几小目，盘，对，是这样。这一个时期一个时期，但是这个现在是他没有搬了虎走那个常规定式，他是顶断了，不是顶了大雪，雪崩型了，对。走了一个这个，换连笑是走的这个，选择这个棋，对。如果下成这样，接下来黑棋想要避免很复杂的变化的话，它可以怎么下呢？避免很复杂比如的，说，我觉得不想下雪崩，怎不么想办？那就是粘上，就粘上。粘上它长，那是吧？假如说粘上的话，是不是在这个局面下会不会觉得粘这个啊，整体的这粘个这个配它置长不跳太出好来，呢？这个也是一种，这就看自己的喜欢程度很关系，喜欢程度，那有些棋迷朋友们，他可能觉得这个大雪崩这么复杂这一个定式这下下来，万一有一个变化不会的，可能吃亏了这个就是说，你要吃亏，觉得特别复杂，那你就走这个。但是你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把局面自己走的，就是说就这三路这个爬呢，就是进攻力度比较差。这就是定式的，没有是个绝对的好坏，主要是一个配合，主要是配合。没错，都是定式，对，你就一个是下自己熟的，然后配合比较看着舒适的。这把他的后续手段搞清楚。对，那现在这个棋呢，走这个当然是绝对不是坏的啊，但是一般黑棋下这个少，好像觉得不太满意，对于这个配置不，而这个言，配置少一点，对，所以不太那肯么接。它是长的，你要是你要小雪崩喜欢就搬起来，但是现在一般它是走这小雪崩下的特少，现个，对，在见不着这个了，几乎。下了一个大雪崩，对，那这个棋呢？白棋是走这个，对，啊，搬起来，这一搬起来，然后然后打打吃，立下来。长，他选择了一个外拐，外拐，在这儿。外拐呢是走外势的，喜欢外势的是外拐，要把角吃的，一般是往里拐呢，要想吃角，对，内拐，现在不管是内拐还是外拐，跟原来的定式都是天差地远了。现在完全有很多的，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招这法。个最近下的多一点，以前都不下这个，都是中国流、韩国流的那种下，现在都是又回来想对。体验一下这个。这个，我记得之前是谁下的哈？下的外拐那个谁，柯洁，下个外拐什么，被别人外拐就个中个套，所以后来研究了半天之后，后来现在大家都下这个了，就都是这个，开始外拐外拐啊。了，然后这是虎一个，是比较正常的对，啊，打吃，打吃粘上搬起来，搬起来，然后白棋断，断，
对，哦，先断一下，它是长的，先断黑棋先断长，黑长，我们把那个次序给大对家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要这样的棋，先这个时候断要，先断，先断，然后对，这时候白棋白棋断一先断，个，然对后黑吧？棋这时长，候长，对，对，白棋虎一再个，虎，对，打吃，对对对，粘上，搬起搬。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白棋可以有一个回头的，就是拐这个。这个是最早外拐的定式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接下来黑你棋就打打这个，吃，你会也先可立以下来，立下来也行，先打一下先都打可一以，下都也可有，以。现在呢，然后白棋黑接就下来黑粘棋上就了，补一个。如果你先打呢，它也要补一个，对反对正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是一个定式，白棋把这个吃了，黑棋走，黑棋求外是它吃到里面，对。这是一个。但是白棋现在就，现在很多都不愿意这样下，不满意，觉他得，跳出来，最近跳出来的居多，这是定式啊，没有说对，不好。现在白棋呢，它是跳出来，白棋跳跳这出个，来，那就逼迫黑棋就底下打了。你如果粘上被它吃掉，那就亏了。现在是黑棋必然是走这个，这就是必爬然一的个，结果。对，是这样，对，然后白棋又长了一下。在白这儿，长一个，对，再还来一是下，要爬对，啊！不爬的话，被人一拐，又拐死了。是，在这儿，那接下来这棋就有讲究了。这个。必须得打是肯定对，的，这得打断对它。对对你既然这个断点你都不对对，对，补啊，这是必须要打。这个呢，你白棋最狠的是就是走这个，挡下来。这是这个后面这关键不能错，你得要会，这个是要会，这里面有一些这个讲究，这个棋呢不要长，这个时候要走这个，单飞一个单是飞吧？是黑好棋棋，在这儿，要走这个。这个棋单飞的话，你呢必须要打一个再拖，不要单拖，单拖的话飞。是不是被黑棋就长了？哎，对，如果拖这个，对，它长被它一个，长了，那也不对劲这外面是不是要被夹住吗？直接儿。夹好像夹不住。不，你这个棋啊，就不，你的这就你的粘上，我给粘上粘吗？上，还是立呀？粘上，一般是粘上粘或上。者是立，你立都可以，它有上面有个夹的问题。主要是黑棋外面能把它罩进去，对，它不是说非要这五个子能跟你杀赢气，它关键是要把你罩进不，去。它这个棋，对，这个还有这个什么照一个什么，照一个好像白棋有点麻烦，他如果像这种冲了，冲的已经很难受了，人家就长一个，你接着冲吗？不，这个定式啊，我，这个棋还有一个问题，它是先搬起来，黑棋先先搬一搬个起来，是吧？你又说那个什么，这个棋，对，你现在是这样，它是，现在拖你应一该个，拖，如果拖被白它棋这拖，长一个，你粘上，它这个棋比较复杂，他因为搬这个这个，棋有一个爬完搬。有对，个这个棋，你如果这儿还有个搬，你这个如果搬起来，你如果是吃往外跑的话，它可能走脚。他说，如果是搬的话，我看好像是这样。这个棋啊，是有一个什么棋呢？有一个这样的棋，单夹，单夹，你要走这个，它有个搬起来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它可以把你滚在里面，一起把你吃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它可以拐这样，打，然后提掉，再点进去。这个就撞套了，白棋就中套了。这白棋全死光了，对对全对对，部死了。柯洁，你看他这么高手啊，他在一个比赛当中，中了一就刀，中一个香，跟这个差不了很多，但是这个这是更中了一惨的，刀就没但法是中看间一个刀，那就输了一盘棋。了。这没法我看了，记这已得，经全死了。对，在珠海下的有一盘棋跟这相似的啊。这个地方太复杂，要摆起来啊，这个定式啊，今天我们的时间都不够，对，因为这这个个地方有大学多不种的变，有套，且有研套，究呢。当然我们就把它简单化了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说，不管怎么说，研究的结果是这个棋要先打，
它不能单拖，哎，要不是吧？要要不是这黑棋要走这个，不能单长。啊，像黑棋走了呢，白棋是要先打，必须也得打一对下，对对对然后再再拖。拖，啊，哎，这走也掉不一能下粘次棋啊，很重粘的话被他一拐单夹要。死，嗯，是的。也要被夹死。然后黑棋拐一个，对，这样。黑棋拐一个，这时候拐的时候，你不能白棋不能硬了，硬的话被对，夹死了。再加就不一样了。这棋我们看一下，嗯，假如说现在你要硬，怎么那硬一这个个，一然夹后就一死夹，你以为你能冲出去，被人家一反冲就全死了，了。对，接上挡住两口气，你永远来不及。嗯，这个这个是不行的。就是当你拐的时候，白棋必然是这个，对，白棋必须得贴，然后然黑后打棋在吃，那个，打吃这的个时时候候再要立一立，个。立的话，这个棋啊，黑棋这个，就是说他就不好办。他不能跟那边杀，已经杀不赢首先你了。要是拖这个的话，他嗯，嗯，这有一个扑，这个扑，这一口气就闷对，有死了。这个棋，对，所以那个立是，防着你拖二二。嗯，如是。果你粘在那个二路，它有一个拖，对，那个立的效果是这样。对。那你要是为了这个挖进来嘛，那你就损了。所以那个立是要，这个是要很重要，这个要一路立。嗯，研究的结果是应该这样。这个地方复杂的多，但是呢，我看如果走大形势，黑棋这个，喜欢下黑棋的也许多啊，还是怎么 样？喜这欢下黑的你很难说。现在这个有这个研究啊，我喜欢白棋，你喜欢白棋，对，这个结果后面的结果我是说，喜欢嗯，白棋，他实际上是这样下的，他搬一这个但是这个棋个，嗯。有这个说法，是现在也有可能先搬这个，这个时候搬，黑棋搬黑是棋吗？搬也是有可能的。哦，现在黑棋搬一个，这个你说，所以这个比较复这杂确了，实很复很复杂，杂了。这个搬那个是，变化，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研究了，只能下次了。嗯，这个最新的研究啊，说是这个搬呢是还有可以搬的考问虑，题，搬的话黑棋能不能占更多便宜？现在它实战我们就看实战吧，规矩这个啊，它是他搬一个。搬在这里。白棋把这个粘上了，对，粘上就彻如底果宣你告你吃这个两五个个，子。他这个黑棋就有动手对对了。对，实际上这样啊，他搬着一下，如果再吃两个，黑棋就挖进来跟你打现斜在了。搬黑棋搬是可以，对，现在这个时候搬。哦，这样搬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走这个吧，它有断的问题。哦，他就单断，反正你吃这两个子也没有用，是吧？他觉得，对，嗯。好，我们看看实战。实战是他一粘上白棋，他粘粘上上，他就黑把这个棋，打了，把这个给吃了，嗯，吃然了后白吃了，棋跳，对，这样的话，这个角是死了，这不是这个对，边上这个黑棋死了，因为你以后，首先你靠刚才说那有个扑，那有一路是没有的，嗯嗯，你最狠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最狠的是这个，那白棋有这个，对，他又多个打，对，随便你粘上还你是踢在掉他，然啊，后他就走一立。个，这弯个一个。棋呢，正好是快一气，差一口气，怎么走都是，这个弯呢，在这儿呢，就是说黑棋怎么着是气不够，对，是吧？是的，在这个局部来说是，白棋把这个给嗯，杀掉，对，所以这是安心是这个被杀了，那么它外面有头，是吧？可能喜欢白的居多，你像。邱老师，你喜欢白棋，喜欢白棋，那么这个棋我认为还早，嗯，这个是一个局丁面式，上早是差不吧？多，嗯，对，黑棋跳一跳一个个，在这对，儿，嗯，其实我喜欢白棋的主要的问题呢，不是说它吃了多少目，对，黑棋呢其实配置也还行，主要是我觉得黑棋这块棋啊，将来有被攻的危险，有负担，对，有负担，所以有这个担心。当然，他如果虎一个，由于提调是先手，他可能也不是很怕，但是你毕竟还欠一手先棋，手棋，对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。那现在白棋手脚手脚，在这儿，对，手脚，嗯，大家这算告一段落了，对，大家该就该挺下什么下什么，该抢大场了，该往别的地方走，这个嗯，地方基本上先定型成这样了，这个一下子，所以很多时候走大雪崩啊，
这个有些人不愿意走是吗？大西方如果大家定时一走了，半盘棋没了，对，别的味道就没有了。至少四分之一的棋盘已经下满了，都被一个丁士走。嗯，我呢就说实话走的少了，这个不怎么走，那个嗯、不怎么下大雪崩，不怎么大雪崩了，很多年不下了。这个我觉得走这个就被丁士，也反正也觉得味道没有了。这个棋呢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既然是丁士，也差不了太多，嗯，形势差不多，反正形势还早啊、嗯，这个只是一种感觉了。对，现在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棋，我觉得把这三个吃了，这个挺厚，如果都成张空的话，黑棋形势也可以。对，嗯，当然了，嗯，现在黑棋是拆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应该往中央这边走。对，啊，我觉得这个不要进来。有点大，黑棋我的第一感选择就是这两个方向，这个地方。我随便摆一个，您怎么样？这儿。哎，这是不是对，我就刚才就是，非常同意齐老师。我说这个或者再单跳，保守一点单跳，稍微呢，有点力量的就走这个。大飞。大飞，你把这个呢就护着，他再进来就很难了。对。再进来我要考虑杀他。哎，对，这个地方他再进来就他自己要打量一下，自是不是有可能损进来？嗯。这样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基本就是空了。是，他拆一个就拆吧，拆完还要打入啊，看他拆在什么位置。嗯，他这白棋在拆在什么位置？那我再来进行下一步。他实战是拆在这儿。嗯，拆这个的话，你给白棋一个明显的点位，他就是必然是走这个。我想，这人家震一个好像刚刚好。必然是这里。是的。哎，必然是这个。对，位置太合适了。你刚才就是先把这个位置占了，他拆完我再打入他那个也行。现在被他一震呢，这个棋就是说你下一步就不知道走什么了，你往回守呢有点委屈。不肯。但是即使委屈也应该，我觉得，就是说冷静一下来的话，可能就尖一个补一个，还是尖补一个，脚上还是大。您是想尖补在这儿是吗？对，或者是尖补这个行不行啊？尖补这个是不是看起来位置有点怪？这个通常也有这个行，就是回来一路哈。对，就是说也有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尖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地方尖，小尖。嗯，对，通常是这个形状。对，小尖的话，白棋大概是这样。点一下，点一个走这个，然后再搭下去嘛，他要也有飞的，就飞一个，哎，我觉得飞一个也挺好，也有这样的，嗯，但这样的话你被他打，那这个子猜在这儿，这个也觉得有点，他来个虚虚的走这个，有点不肯，是，嗯，好像子不太好攻人家这两个字，嗯，所以说我说那个使不上劲儿，翘起来比较好，嗯，可能会下成这样，对，嗯。但是这个的话，我跟来强一点是尖在这个地方。您要尖在那儿？尖在这儿，对。哦，尖在这儿，你飞了我就给你剪断了。哦，你走哪我就要进攻你。嗯，我是希望这样哈。嗯嗯，这个我说既是这样，冷静还是这样吧。对。你这个地方你不能随便动。嗯。动的话就切断。嗯。如果跳呢，我就跟着跳。我要可能这么选择，那么实战他不是这么走的。实战他是这样下的，黑棋飞一个，飞这个，对，嗯，通常是这样，走自己空让强的地方留给对方，嗯，哎，是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被掏的话不舒服，没错，嗯，好。看白棋怎么下的，白棋就上面一靠压，扳黑长，然后他贴的时候呢，白棋靠下去了，但他这个不贴，假如说不贴的话，刘老师怎么样呢？嗯、不贴，要么就长这个，他怕虎吧？对，就是这个，这有点难受，确实下的。嗯，那比他贴的可能也好，我看也好，比他贴一个强点是吧？嗯，可能比贴的好，嗯，有可能，有被唬了被打哈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块白棋都不太好攻，总觉得。嗯，这样这个反正是比那个好，因为实战那个贴呢，这个使得白棋它有好手段。对，
使得他有好手段了。对，嗯，你看这实战他一贴，嗯，现在黑棋贴一个，贴一个，他这个一靠呢，靠下去，这个棋啊，就黑棋你不知道怎么走了，就不好攻，不好怎么走了，嗯，来个强，最强的是什么扳？他假如说扳断他，假如扳，对吧？扳他夹下来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不明。不明了，硬来。对，冲过来吧。冲过来。那现在已经不能退了，我觉得。如果你吃亏，我走过这还有利用，对不行啊，这个是吧？嗯。这个来一下怎么办？是吧？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这个最强的可能只能最强的只能唬住，这两个子不能随便死掉啊。那打吃一下，打一下接上。那这个怎么办？打我只能吃。这个这已经坏了，这都这脚都没了。对啊，那就完了。是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嗯，你这个那损失惨重，脚上变成人家的十几目棋了。啊，这个是不能的，不能这么下的啊。对。那这被夹下来已经不好搬了吧？是啊。你要搬的话，如果搬了，他一走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他就这个。那被穿通了。这个以后他立完这一贴，他就再一贴还有立，白棋再一贴。嗯。是吧？对。这个棋形状不对了。嗯。这个不好。嗯。所以还是不好。那么就是说他。所以说这个棋不要切去长这个很难还赢，所以这我觉得最初还是最初的选择。对，这个地方你留给他总是，嗯，他总能出棋的。对，总能在这个地方折腾。你要是硬吃他，那叫力量太大了，没错，不容易。这所以这大飞脚跟小飞脚这无忧脚相比起来，区别还是挺大的。这大飞脚人家随便靠两下，你就发现你拿不住他。对啊。实战黑棋顶一个，黑棋顶哈，白棋跳，对，他拐冲，那也这个时候这个不也不太好，不是这个不好，反正总之是不太好，实战就这样了，打吃，他提掉，把这个提了，白他也没打劫了，他也不打上去了，算了，打劫，他这儿主要是这个地方黑棋的劫材太多，是的，现在黑棋这个地方多，白棋劫材没有，嗯，打劫是黑棋有利。那你这想办法给他做劫，但是他白棋就让了，他觉得已经可以了。我说让他这劫不能打是吧？不能打，把这提了。对，这个提了呢，你白棋这黑棋因为劫才有利啊，就肯定打上去了。对，让你来打劫了。嗯，这个白棋的选择是打劫呢，还是拆呀，还是走什么？这个棋就看白棋的了，白棋也很灵活，很灵活。他这个时候呢，既没有打劫，也没有去拆一个，也没有说要什么中间跳一个之类，我不走了，我脱先，我留着让你下。对，拆二那个本身也很大，对，那个拆二的形状很好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还能飞，挺实惠的，飞一飞这个，在那个地方自己加强一下无忧脚，那个是个大场，那也是个很大场，那么现在白棋走了个拆二，那么黑棋呢说这个地方就这样了，你这块孤棋就这么交代在那儿了，我总不能答应啊。那么黑棋他要对这块孤棋施行什么样的打击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来继续欣赏这个名人战决赛，陈耀烨对连笑的对局。对啊，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是白棋刚刚拆了个二，这个地方呢，白棋先手提完之后，黑棋打的时候他不理了，因为这个有弹性。是的。你黑棋要想吃白棋，你的提劫，当然白棋还有能提回来，你要非要硬吃了，你再自己去粘一个，对吧？粘一个，他这个棋白棋弹性很多，他拆个二什么都行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棋黑棋肯定还不肯粘。对，一般来说黑棋是不肯粘。对，你说你来攻我，攻我的话，如果你再攻一个放一个，我再打劫，你这个效率不高。嗯，那所以这个棋就是这种有弹性的棋啊，白棋也不走，让你黑棋来吃我，
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，挺反而高就明看轻你，的。你就算都吃了，你的花的手术多，对，那所以么，实战的黑棋总得想点办法吧？黑棋对，来狠的吧，那你怎么办？你都放着不走，我也得走对，黑棋实战呢，他下的这个，在这儿点住他，他要求把你的头给照进去。你知道不是有个冲段吗？你要是连回去，我就先把你头给蒙进去，逼你是在的。里面去搭眼对，我啊。先把你放进对，去，让你在里面那个，他也不会补进来啊。对，对，是的。现在这个棋呢，白棋这个下法也很好，很有意思啊。白棋靠了一个在这靠儿，一个是个手段。你比如说啊，你要是冲的话，假如你说要黑是棋冲冲，的话，冲这个，他就往外搬一搬，对，往外搬，或者是往外走也行。对，白棋往外搬，他要这反正求，他要清嘛，他这里对，面这还几留个着，子无所谓那个，了，还有打劫，对，是的，他把那三个又弃掉，把头给冲出去对，就又行弃掉，了啊。就是说他把它看清，你吃我什么都可以，吃什么都给，反正是都行，我就看清，那我已经把抢着一手对对对，了，你在这个地方让你后将加后，你吃完了之后我再抢大场，这个棋就是说，白棋这个策略好，对，是的，策略好。对，而且他这个招法也不错，他靠的时候呢，让黑棋下的不太好攻，这个就是藤萝的手法啊，他是，黑棋实战是你搬如这果个。外面搬，他有可能断，对，白棋断，他反正给你搅呗。那么他是走的这个哈，是的，他搬一够个，狠，然后白棋就白开劫了，棋这这个时个候时打候，劫了，这厉害，这是打劫，这个就，他这个劫财多啊，那就打吧。但白棋呢，他虽然说你这儿劫财多，但我本身劫多啊，我接上，我就一边跑一边给他你来打狠的，劫，他走这个。他要粘住，这个，对，黑棋粘上，就是说我这个棋比较厉害啊，那个粘上我能搬起来，就整块要吃你，对，整块要吃，他要求整个一起吃，对，再白提了，棋提劫。白棋提劫啊，对，对，提劫，黑棋打劫靠了他一下，了，在这儿，找个靠劫，三三，靠三三，白棋就应一个，对。对，再提劫，对，所以白棋这个劫呢，也不是说非要打赢的。他如果非要打赢的话，就觉得劫重，但是白棋可以一边打本身劫，一边跟他下，他就在外面飞一个，又找一个这个劫，这挺个悠劫呢，闲看着还，我想它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这个走这个，黑棋长，如果长这个，哇，这个，你看白棋挖一个，哇一个，再吃，粘上。粘上，这样他还搬得断吗？搬不就断了是让吧？你搬断，你会累。你如果反正我边打劫边走了啊，对边对打，对，一边你打劫搬一我边，这冲，让你这一吃什么劫，打吃这一儿有个堆的打劫，吃，中间你还不见得行。边打劫边走，对，这个比较好，所以这很本挺来合你这适，两个不交换的，可以搬住了。现在呢，我这飞一个，我哇粘之后，你搬了我冲，你又不敢断我。对，是的，这样呢，又边着打劫。没完没了的这个提劫是吧？这个比较好。所那以么，白棋其实并不太担心自己这块棋的生死问他因题。那儿有个哇，现然在黑后棋黑提劫，棋是不是就干脆给你哇断了吧？对，黑棋挖断他了。因为他被你哇了，他受不了，是吧？黑棋哇，哇，然后白棋白棋提提劫，劫，对。白棋提劫，对，然后黑他棋是不要是找劫找了，到这个劫？拐一个，对，挡住，他提过来了。提劫，对，白棋打吃，打这吃都个是劫，顺手劫财，对，然后挺再合提过适来，然后这边是劫财，他挡这个找劫，挡其实劫财，挡这个呢，已经有点要亏损那个，因为没已有，经亏了一气了。他这外面虎了，跟提掉有关系，这样。所以这还是稍微有点关系的。然这后个时候又提回来，提劫啊，对，那白棋呢，继续在外面找本身劫，他就挡一个，下到外面去了。这个白棋挺合适，我觉得大姐。
这个白棋反正边走那个棋呢，你要想开一点，原来是黑棋的角，对，本来你一手能够补住的，嗯，现在我折腾半天，我又拆了二了，那对，么这里还是个劫，还搞不清楚。即使你吃掉，你想我那外面走两手，这么一核算不亏。没错，是这样。那么黑棋呢，就自认为他说我这地方劫财很多啊，我这好对，多个劫，我又加一个，这又是劫财，那你得对，这应挺好，接是，上啊，他提劫提劫，对，啊。然后白棋呢很悠闲，他觉得不，你这劫我已经走到外面走到两手棋了，即使打输了问题也不大，我就在这儿他靠。不过他也没有合适的劫了，他哦，找那个劫续劫财了，哦，续劫财，嗯，他就让你全盘走两个大棋，但对，你要是收俩角呢，不如这个效果好，嗯，哎，这续劫财这也是一种手段。对。你这儿一景气呢，那有那个火啊，作用就不大了，就没有了。嗯，这黑棋现在要消劫呢，它可以打在这儿，但是呢，打在这儿它有点不满意，这被挖断了，对，那个被走两手，这太个大了，比那个手脚大。是，他可能就算搬一个也行。哦，摆在外面是吧？长一个也行，都行。这块棋就快死了。嗯，他搬起它来，搬起来搬了，起来，对，对，然后搬白起棋来，也搬提劫。起是吧？是对，提这个。是的。然后黑棋又找劫，黑棋找的是这个吗？冲黑一个还是棋啊？黑冲了棋一下冲一吧，个，冲了一下，对，接上，再然来后一又下提提掉。劫，对，现在白棋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虎柱，他又提劫，提劫，他把这个爬回把来，这爬这是他的劫，对啊，对，就提过来，提过来。两人打劫，哎我呀，这这儿。个是劫互相，这个是走的劫王啊，白棋现在走的走不这少个了，劫。现在劫找劫，财他也有点困惑，对，你要走损的话，你断那当然是劫，问题是损了不肯呢，他，劫打赢了他不肯损那个，对，是的，那如果走别的也不好，但是这个要棋比较狠，你要不走我给你断了，那效果很好，没哎，错，这个他就找这个劫了。嗯。这个走别的劫，他真的是有点困惑，不知道往哪儿走了。刺一个也不肯，他就如果单三路刺不肯，对，那是不肯的。所假如以白他棋下找，在这儿的话，他就他人家就肯定粘会上，接上，毫不对，犹豫的。这有可能损。对，所以他这二损路劫不刺能你随便粘上找。的话，那他不是就便宜了吗？二路刺，他刺这个，刺这个，哎，如果你再粘上的话，那底下那就没眼就了，哎，他效果好这个。差很多。所以这找劫还是找的挺好的，我觉得他十八对，六要守找这劫，个，对，黑棋唬住了，他不肯对，呢，把这就提个劫。提劫，黑棋就跳了一个算了。他说：“你如果说肯提掉，那么我那就个往大，里爬进去，那个大，这星位这个子就废了。”等于说，是，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棋，现在白棋也不肯，当挡然要住，挡住了，对，挡住，他把这个再提了啊，就看起来这个劫好像不是想象中提那么了。大了，已经。这个棋提了之后，白棋呢是找什么劫？我看没有劫了吧？他继续在那边走了。这个对，时他候是是，挖了一个，对，挖一个是好棋，其实那个大，那个大。我就不明白，刘老师，这个时候黑棋他不肯消劫吗？假如消劫，那我打吃一个，打吃这个，对，打在这儿，打在这儿，应该这个消劫可能最佳。对啊，已经消的挺大的了，算是把这个角不都吃干净了吗？那他就长一个，那白棋就长是吗？只长是不这个，长，哦，长这个，哦，长这个可以，长这个长可以，这个长吗？这个可以，长这个可以，对，长这个可以。白棋长这个也不错，长长这这个个他长，得粘上，你，他是要粘上的，我在想着是不是就得粘吧，这不粘不行啊。这是长，那他往上长，再对，往上往上长，长就行，白棋往上长，这个黑棋苦。白棋长，你贴我就跟着走。那黑棋能不能应得好一点？黑他棋长啊，一个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先贴您一下，贴一下他跟着长。长一个，然后我把这个打了算了。这样这样啊，即使如此的会好点话，吗？也不便宜，他就飞一飞。飞一个，那你我就跳一个，走一他个吧，跳反他就正，跟着走就没事。这个，你因为眼位不够，他就往底下飞。
这个还是白棋好。那看起来这一手棋的价值还是很大。一手棋价，这个时候啊，最好的是干脆啊，你这吃了是不小啊，嗯，但是那面的一手棋大，最好是不要去，别去消这个劫，不要提劫了，干脆我们往倒回来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当跳完之后啊，跳完之后黑棋啊就不要提劫了，黑棋这个提劫不要提是吗？不，再往前，哎，对，这个时候是。哎，对，黑棋干脆就把那搬粘得了。他跳完了，然后现在搬粘很大，搬粘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搬粘，然后白棋应该是走在提调。嗯。因为那个棋这个搬粘呢，它活了。嗯。给你提调这个，然后黑棋。点一个。点一个，点一个。点在这儿。对对对对。点的狠一点。对。啊、哦。应该这么下，这样下的话，棋局还难说。挺漫长。哎、这样是，因为这个搬粘特别大。哦。搬粘特别大，这样的话是，一场反而漫长的棋。这个角啊，你都没这两手棋不如那个两手棋来的实惠。哦，是这样。哎、应该走这个，这也是这个对局者也有这感想。后来我也问过他们。哦，您问过他们本人对是吧？就觉得这个底下其实这一手棋的价值远比那个劫要大。对，连笑也是说、哦、这样，其实这样是黑棋最佳的。嗯嗯，所以这看来下围棋这大小的比较非常关键。哎、哦，应该这么下。对，这看起来其实还是挺大，因为那边就他觉得那个角我把它吃了，不是很肥的一个大角嘛？但是还是没有这一步棋大，没有那个大。嗯。嗯，那么实战呢，他这个棋啊，被黑白棋的挖是个好棋。嗯嗯，这个那个挖是个好棋。对，现在是黑棋提劫是吧？现在是哎，当这个时候黑棋他跳了一下，黑棋提劫，提劫了，提劫了，提劫，对，然后白棋挖了一个在这儿。嗯，黑棋贴起来，他觉得这接下来让白棋接着下有点太大。这个棋呢，就他已经被他一挖，他挖一个好棋。嗯，挖一个你那个地方本身你不好走。嗯，你比如说你上面打是肯定不好，你底下打呢，嗯，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底下打，假如说他底下打，对，黑棋底下打啊，哎，他长长，他这个贴没有啊？这个贴没有？哎，对。这个贴没有的时候，你如果是，现在黑棋底下打，你如果底下打，我长，这个棋不好办，你胡打被他一先手打一下受不了，是这样，这个不行，对，这个被人家长一下，被他一长一下，如果粘上你只能粘上，被他一扳，这个还没活，关键只能缩回去，然后人家再一扳你，这还没活，太痛苦了，现在这个不行。所以说他挂，哎，这个就白棋大获全胜。但是以后拐上去，你还等于就自己去补活一下。是，这个不行。所以这个挖是个好棋。嗯。嗯，使得有了这个挖，所以为了杜绝那个挖，只能是二路搬粘。就刚才在挖之前，我就哎，对对，这是他们对局者的连笑也这么想的。觉得这个挖太厉害。搬粘的话是后来没意识到那么强大。嗯，没有意识到复盘的时候才会想到，觉得这确实好像看着那个是眼见的，眼见的大、啊，实际上那个是比这个要大，那个、所以这我也没觉得这搬粘，你也没想到啊，那个搬粘实际上是比这个大，没觉得那么大。当被挖了之后啊，这个黑棋反而麻烦了，嗯，他不知道走什么了，这个挖是连掉这个贴一个，那就不一样了，白棋提劫，你贴那个再提劫就是不一样了，提一个。对，然后呢，黑棋这一看这劫不能乱找了，这种粘上这个劫财，这实在是。这个棋对，这个还有先手是吧？对，它粘上和打吃都是先手。啊、嗯。但是粘上和打吃是先手的话，白棋是不是可以找别的劫财了？白棋也有别的劫。对啊。别棋，白棋，他就跟着。比如说这跟着长、啊。跟着长或者走什么，或者那个长也是先手。不跟着长就挺跟着长也挺好，他都没事儿。所以实战黑棋找的这个劫，但这个劫白棋肯定不会硬了，这个显然小了，
这只是个木薯问题，这没有死这生死问个题。棋啊，搬那个以为是很大，以为比那个大，实际上那个搬呢，比那个小很多。那个二路搬比这个不如这个。你看我们实战啊，他搬了那个之后，他长一个。长一个，被白棋这么走完，哎，看似把他脚给掏了，挺大的，对，但实际上那个被搬粘之后那个大。对，这真样的没局想到面这个反而搬砖这么大。是清晰了，嗯，我们看吓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这个转换然之后白后棋白长棋了一个，长了，黑棋把这个搬住，搬住，然后把这个火。这个棋呢，这个搬呢是虽然很大这个棋，但是这个要跑回来，这要跑回来。那个不要搬，去把这个尖回来比较大。哦。哎，那个不搬，我尖回来，你长我就虎完之后跟着贴着走，再逃那个，这个搬，如果人长的时候正好能虎着一下，还能挺虎着，受能的。虎着，对。要不然这个被这一探太难受了，这实在是。那这个因为这个棋啊是，这个四鸽子啊是嗯。关系到中间的还有一些利用，它不单是目的问题，就是说，这个时候黑棋哎，不要黑搬棋这个，要。是吧？对，不要搬别这个，搬要这个，把这个把连这回个来。连回来，连回来就对，对，连回来这个，对，这个大。这个大，然后白棋你要长呢，我长就这个正好顺糊手一先个，糊你一下，对，接再上再切一个，贴一下，对，那就跟着贴呗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，对，就跟着走，对。这样应该说，你中间以后总还有一些你这有负担，对，是的，本身目又大。白棋没那这么个厚，要跑回来，主要要跑是没回来，那么厚了，对，这个挺大的。对，你要是没什么，你搬在那儿被它吃掉太大了，是吧？这个棋呢，在这个时候黑棋搬黑了棋一个搬是了吧？一个，被白棋这一虎啊，这你四这个个字四鸽吃子掉不了，敢逃了，也没有路了，对。等于是这四个子放弃了。有点大啊，有点确大，实，现在看那就等于是要把这个地方都告一段落了，了，告一段落了，那就那面就他进爬了一爬一下，个啊，然后又飞了一个，飞一个二是路先飞手，一下，再这走白一个棋小啊，尖，然后再进入这块儿，这对，看起来这黑棋的控已经不怎么乐观了，现在你看原来是黑棋的这个对大呀，模样，现在变成了白棋的白实棋的控。控那么多。白棋的控这儿成的和你这个都接近，那么黑棋得到什么？就把那他个就把角这个角掏拿了掉，别的也没这什么。面的话也差不了多少。白棋的控也比黑棋的多，这个但是这面是不是黑棋多一手棋啊？多一手棋，但是你说白棋也没有，是吧？是。也没走成什么黑，就是黑棋这儿没有得到什么大便宜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局部亏了。你是最要命的，黑棋的控变成白棋的控，对，把你的这路一进扩一得出多。差距有点大，这个多，确实，白棋挡住，白棋挡住，他拆二，拆二。这白棋下的特稳健，现在又搬一个，他这个也挺好，挺好。不需要再做什么大的这个战斗了，对，把黑棋拆二飞一是个，必然的。拆对，二他就飞一个，是就这个这样，就步入一个先就是正常的收官阶段了，是的。只要没什么大的变动，就是大家收收官、梳梳目、定定型，就哎，这个棋就差不多。基本的战斗主要是这个地方决定胜负这面没错，的。说产生就是说白黑棋因为没有二路搬粘，让白棋使得白棋有一个挖的好棋之后呢，这个它的这个基本就定型成这样了啊。现在黑棋走这个，走这个。继续，要对白棋这块棋产生一些压力对，先总得有所中作为间先那个什么，吧，调一调，是的，白棋虎。他跳一再个，跳，因为点不着，扣点住，被靠断了，对，点，然这后个他又长一个，长这儿，长这边，下白成棋这顶样，一个，他只要活就可顶在这里，我先哦，顶你一下，考验一下，这个顶是好棋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如果你顶在这个地方，假如说现在黑棋，不顶在不是这么顶的，让你
正常是不是这个？对，他就单顶，那他是不是就双回去了？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尖段，有个几段啊，那白棋还得补一个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是个要点。嗯，所以你不顶人家就双了。对，是个要点。对，这个棋白棋先棋顶一个下得漂亮。对，他顶你，把这个要点先占了。他先胡顶一下，对，让黑棋难受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地方呢，你正好由于有这个挖断的，黑棋现在尖不断它。对，尖断它能给你挖断了。是的，那黑棋得拼命的撑住啊，扳住它。对，这个时候白棋在顶。嗯，顶的他有点难受，想看着。这个那就没什么大棋了，就。什么尖一尖是官子了，他先搬了一下，搬一下，打一下，长，对，收官，对，这个长也很大呀，是啊，这长我怎么觉得也非常大，现在白棋就长了一个，是是是是，因为他来不及啊，那个如果不搬单虎的话，他可能二路跳，是的，那么白棋，黑棋继续小尖，在这儿，小尖，啊，对。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呢，就挤他一下，挤得他有点难受了。哦，然后他补。对。对。他又想让你在外头补一个。嗯。然后你补的呢，还很不舒服。那得先打吃一下。对，黑棋打吃的，他就粘上。那接下来你得补断吧。你就比如比如说你补一个。补这个吧。补一个，我再搬，搬了力，然后一边收官子一边做眼，特别合适。如果打他就搬粘你。啊，对，是的。搬粘他那也产生眼位了。嗯，是的，没错，这样下挺他这个也比较简明，这样就收官，收官棋，也没什么战斗，就是官子技巧问题。对，哎，是的。好，我们看看他的。但是实战呢，这陈耀烨一看自己形势不妙，他要拼命。是这个。对，他要立下去。那我打吃。啊，这一打吃，他居然使出这样的招法，让人很吃惊。啊。这个比较，这个是非常撑下的啊，对，这个也要形势不利的时候也可以，对对，要拼命了，这一看这招法就是，白棋你打劫可能劫的还不够，他就他让希望打劫，对，那么他也不跟你打劫，他就往前跳一个，跳的啊，那他提劫，他提劫，嗯，然后呢，白棋再往前跳一个，他一个一个跳啊，自己要求连回去的同时，你这两块被分断了以后，我还得搜刮你呢，哦。所以黑棋他补了一个，黑棋那个，黑棋，对，黑棋走的是黑棋虎嘞，这个补也够那个什么老实的啊，他是不是担心人家会刺他一下？也可能啊，他刺他一下，他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舒服，接下来，他下的比较难受，对，然后白棋踢他一下，黑棋粘上了，这会儿那要与其这样的，干脆这个。既然就把他提了算了，再刺一个吃掉。现在这样的话，被提了粘上还是有点难过。而且这以后还是残留有这个打劫的问题。我把这个尖一下吧。对，这白棋一尖他，对，挡住。我这个搬了打了，粘上的粘上，粘上啊，下成这样。这是先手官子，然后把那个提了，那也是不小白棋。对，一会儿再提。一会儿白棋先。我想想他下了什么，白棋那个也没断啊，啊，这个搬一下，没有，他是后面找劫材搬的，哦，这个是不是就提掉了，我看他，把那个都走掉，啊，他就提掉了，提掉的，提掉了，提掉了，然后呢黑棋挤一个，他就搬粘，对，把它把这个团了接上，对，他是双一个，在这儿并一下，够实战的。接上，然后再刺一下，接上。这都是收官。他把白棋都刺成一根棍儿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官子要收了。他就虎一个，在这儿。虎这个大吗？也不明白要干什么。那不，他可能怕就是飞的，对对对，也算大棋。对，是的。虎一个。然后白棋把那个挡住了，二路挡住。挡住。对。这个也可以也不小，他跳了一下，跳一个，白棋一双，这个棋，白棋下的够结实的，另一个他也没什么棋，他主要这块棋啊，只要
他保证这块棋的，你要是把我断了的话，他中间跳一跳，嗯，那个地方还有眼啊，对，他你大概他怕你，比如说这割断，他中间跳一跳，应该没有危险就行。他就跳一个，不是黑棋断，他对，他就怕他分断了之后，他回家的路，跳呢，先手撞出一个眼，那个也就对，是的，那儿有一个眼。是吧？没错。所以他如果不走这个的话，他害怕他整块棋危险。嗯，这个也有目啊，补自己的对对对这块棋啊，主要是白棋连回去，连回来对，啊，那就平稳收官，平稳收官了。然后黑棋抢了最后一个这个逆收的，他搬这个，搬这个，对，搬这个，对，搬一个。那么这白棋这一看，终于自己都没有危险了，所以就跟他打劫了。打劫了。还这个这盘棋劫财打得太多了，打太多劫，接上，然后打吃，打太多劫了，以为他只能接上啊，然后发现黑棋就要顽强的跟他打劫，那就要打，他冲一个，哦，这是劫财，对，提掉，然后白棋找劫，嗯，冲这个，他虎一个，哦，提劫，提劫。冲那个是个劫，他扑一个找劫，扑一个，嗯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把它提劫，把它提回来，对。然后白棋现在找劫，找这个是劫啊，是吧？对，白棋他白棋下的很温柔，白棋这个搬一下，对，把这个提掉，对。然后又提回来，黑棋这个是劫了，对，黑棋这边都是劫，黑棋找这个劫，嗯，打吃，他提，他提。还有靠一个，这是本身劫太多了，这地方提劫，那再来一个这个打吃，然后再提回来提、这个、啊，白棋就一个一个找呗。哦，他一挤啊、这个搬一个好棋，一挤死了，嗯，对，啊，他前面这个已经交换过一下，哦、这个是我们这个要把它摆上去哈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次序不能错了。对对对，现在然后这个又是提劫那个、嗯，现在轮到白棋提劫。嗯，然后黑棋找了一个劫财，黑棋找挖了一个、哦、挖了一个劫财，对，提劫，嗯，最后搬一个棋子，对，接上他提劫，这黑棋一看打了一个，对，他粘上他白棋粘回去，这棋就不够了，这不够了，棋不行了。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直白的连笑，中盘战胜了陈耀烨，对，1-0领先五盘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